该什么厨师了。对，你要放好吗？这个鸭子好了。我放好厨师了。我把鸭过了啊、哦。您是出高徒。刚才你说跪了，你就手忙手乱的。看一下。哎，手又蹦到了，那个脚又闪上了。对。哎，这个有点好吧？好吧。这个可以。再把那些全印了。对。来。哎，这个接口可以啊。可以吧？这个接口可以。多印点，全部印完。OK。放稳，一定要放稳。对，我就转一下。嗯。最好。是。这里可能会有一点点的、啊、它前期速度慢一点，就让它慢一点。再看一下，拿下来看。可能还要稍微短一点点，还好。啊？稍微再短一点还会。没事。这里边有一头油这里。这油油擦一下，我这油的油啊，对，你擦再擦一下就肯定好，肯定好。再来。或者你今天再稍微短一点点。啊，短一点点。别短多了。对，转让它转一下就行了。你一只手拖着它转，对对对。这个方法很麻烦，但你可以压过。那时候就有这样粘住呗，就是房里的有电焊的时候，这边粘住。来。这个距离不平了，要不然就不行了。应该是多了一点。差不多。再滚几个，这几个。上次那也可以啊。再印几个看一下就知道了。上次那里可以了。我就是不是后面那个砂石没砂好？对啊。这个搞。再几个要给他，几个没得，再砸。这个给哦。拿下来。砂石没砂好。没事啊，你拿这个来顶住啊。他上次没上。上次没上，就是。多吗？这个里面可以多了。多了就多了。多了。